篮球对我来说应该说意义很大吧，出门的动力就是出去打球。做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爱好，在我看来就是想享受这个舞台和想做出更多好听的歌。我觉得给大家听福曼，因为我有去看就是这个小说，在片场啊尽量去就首先让自己进入到角色里。我觉得你可以去就打我，好像要作为自己演的角色打分，因为每个角色我都是角色。那一刻我在工作的时候或这四个月我就是周日书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张德过去的他们又会像粉丝，有的时候他们又会像伙伴，觉得他们像战友，就感觉他们是你最后的这个力量，我们一起去更多的地方。